惠宁时间，保持现代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巴黎。MOMA 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简称。他们这一次在巴黎的展览举行地点是在路易威登基金会博物馆，展出了20到21世纪艺术史上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作品。200件艺术作品，从绘画、雕塑到摄影、电影，再到建筑、设计与行为表演等，遍布了路易威登基金会4层的展览空间。整体展览呢极具教育意义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会专门来介绍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，这也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